咱们撩打滚很简单呀、啊，随心而遇的你就撩撩打滚，你撩我撩我的干嘛呀？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怎么说？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害怕？没错，嗯、说谁丑呢？你说谁丑呢？就你好看是不是？你这人怎么说风就风？当酒男发给你一个框，朋友们，咱们都站到那边去，打死你！开拍是，来吧，来吧，还是来吧，行吗？德云社爆笑名场面。台上不大了，台下没规矩，台下说不多，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啊！我这什么都亲你们了，您怎么这么上场啊？我想当知道吗？他想犯罪，他想犯罪。你别生气，我先跟他们客气点，我先跟他们客气点，先跟你们要稍微客气点。Next， 我们六个人这么多人扎一块儿，身体不如一个人，这么多人扎一块儿。地到了伤肝，肝在哪儿？肝，肝，腰，肝，那个肝在哪儿啊？有，谁没有肝？让我抓，让我抓！你跟你说你有孙子剑，你在干啥？我叫他孙子。Next， 香菱嫂嫁给飞了吗？谁呀？香菱呢？没有多久，小林病了。小林早还说呢，你要坚强，你要战胜病魔。你猜怎么着？怎么着？病魔生了，小林早又嫁人了，嫁了一个人叫贺老六。没过多久，贺老六也病了。小林早说了，你要战胜病魔。你猜怎么着？怎么着？病魔又生了。哦，病魔太厉害，你让小林嫂直接嫁病魔吧，直接嫁病魔吧。Next， 哥俩老少碰见，没事打个电话问候问候。再怎么着，11年了吗？这11年来的父子情，拿我来说，是你有点客气，重如山，我不敢当啊。帮这个大夫都给会诊呢，得出一结论，什么呀？因脚气导致的12指肠溃疡。大夫说怎么办呢？好办，吃管达可宁。Next， 值了个饭，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过年的时候，春节。对，你之前头发挺长，现在短了，对，短剃了。有那么一个老点儿，你没听过吗？正月剃头死舅舅。啊，不是，没事，没关系，不是光剃、啊，人家是正月剃头死舅舅啊。我搭档，你看他是正月植发，我植发，给他舅舅续命，给他舅舅续命。Next， 在那会儿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馄饨，买什么？馄饨，馄饨。再说一遍，烧饼去买了一碗馄饨，他那都叫馄饨，咋了？娘那个脚，我非给你纠正好了。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馄，给您买了一碗饺子，带汤的饺子，可以了吗？爸爸，那叫馄饨。你闭嘴，我就想吃馄饨。你饶了我吧，行吗？你把馄饨都吃了。见过岳云鹏撒泼吗？见过吗？俩人加起来八九十了，现在。把馄饨过不去了，就我们有口音吧？怎么了？俩老艺术家，那就没完没了。Next， 北京舞台师傅了，人骗人，全看好。太失败了，干了这么多年相声，连个猫我都没干过。外头真反着弄他毛。你背我们猫干什么？这猫啊，比咱们出场都多，出场还多八回，返场我们能反过他呀？ Next， 你发现我绝对特别淘气，啪打他一下，你发现我特别淘气，啪跳，因为他再也不皮了，这个姜往那一放，鼻子一挠，竖着一挠，现在叫姜。Next， 古代的神仙，谁有酒气？二郎神，对了，因为他叫二郎真君。大家好，我们古代还有意思吗？行行行，你别让老老来啊，可以，人家老老上老老受老。我是张飞还是张飞他妹妹啊？张飞他妹妹，你都会，你张惠妹，张惠妹。Next， 你看过这个电影《变形金刚》吗 ？Transformer， 对，这就是的。先提啊，说《变形金刚》打一歌手。不知道了，告诉你答案。快说快说！说变形金刚打一歌手，打死了。Next， 什么地方的人最外开手机？没有这地方，谁都有手机。宁波，为什么呀？因为宁波打的电话已关机。Next， 对，我大脚，我都来演马路边接门了。这打来了吗？
大白龙。老南，我给大伙儿来一段 B box。好。最起码来说，比外边尿一个强。Next。什么动物不会游泳？不会。鸡，因为鸡不在师。朋友，那个叫机不可失。Next。火化指挥散散。啊？都有点不太对，你先等会儿。火什么来着？你别看我。哎呦我的妈！不用你提词儿啊。忘词儿了。就那个。还有姓张的姓词儿的。姑娘，这儿嘲笑我，不看。那是我宝贝送的。Next， 有一个人，他是少林寺学徒，到了少林寺之后，老方丈给他一本武林秘籍。这个人看到武林秘籍之后，当时不想念了，问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啊，有秘籍恐惧症。Next， 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好，不请他给你吧，不请他给你吧。意思我没有意思，你光请诸君他一个人撑不了啊！你再来三杯吧。你有病吧 ？Next， 我上郭老师那儿去，你怎么也不能住小区吧？上回郭德纲犯痔疮住院，你给送个大将去。他这个，对呀，心思是啥？还他是痔疮。你看，净给你说起外号，你敢你。Next， 我有这么些汗吗？我啊，嗯嗯，你看，嗯。Next， 三爷，我的帐主再来了，大哥怎么了？你什么嗓子那是？对呀，你爸爸都告诉你了，那我得问问你爷爷了。他没有指头，怎么掐的尾呀？肉毛糖蹄子胖，两口子睡觉。宝贝儿几岁了？问问你。十岁，跟我这儿念定场诗。好呀，怎么还不开交警那儿？好，一个入口一个爹。梯队的相声相对而言呢年轻一些，拿我来说呢，我比较年轻了。你啊，我可能说是我们队里最年轻的一个。哎呦，真的，真的。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没有星星的夜晚。大爷爷，小宝贝儿，您的名字？哎，您的国名？啊，我的桃人啊？哎，我活不了多少？啊，我的桃人啊？哎，我活不了多少中啊，我的桃人啊？哎，我活不了多少子女？啊，我的桃人啊？哎，我活不了多少东城？啊，我的桃人啊？哎，我活不了多少子女？啊，我的桃人啊？我爸爸没儿子。老师一出门，后边保镖得喊，喊什么呀？周九良拉屎去了！不喊这个呢吗？喊这么一嗓子，喊这么一嗓，边上哎，爸爸保镖，这边有什么呢？有给扛着纸的，大卷的纸啊，那是必需品啊，走不了，对不对？肚子这股气他又憋不住，你怎么办呢？能办憋着呗。有一次，哎，你听这声音是哪个味儿的保镖？这是咖喱味儿的。哎，对，要回家吃奶。我也派王顺等人四番打探，不见到啊。这个女鬼西装，来了老弟。
我们不能再见面。这包袱接不住啊！头一回碰了这么多年，我不敢看，碰没眼缘。问题：麻快还是火车快？麻快，火车快。为什么这么不喜欢我哥俩？我想问你。闭嘴！闭嘴！记得买高票才看刘瑞，把钱你出去。那得留下。到了伤肝，肝在哪儿？肝腰子，肝腹。啊，夫人啊，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说话呀，咱俩两口子，我问你，咱闺女去哪儿了？你咱俩哪有闺女啊？咱俩怎么可能有闺女？咱俩不可能有女儿。你爱骑摩托，我长得黑，咱俩黑，生一个黑摩的呀，生一个黑摩的。九南老师您好，我是一个刚上市金融公司的老板，前两天刷到了您说会计是做假账的，请您私信我他的联系方式。你是没有屌丝？有，我们有市场啊。我说的过去了，别了别了，那个给我市场，都时间很多，后来什么时候都说了都说了。大美女啊，你有市场吗？有市场。你的师傅呢？身体倍儿棒。能单独唱个歌吗？不带二哥的那种。九块人单独唱个歌吗？不带二哥的那种。与其无悔一场，也要不负勇往。我愿你是姑娘，从背后献出枪，站在你家门框，叫我一声流氓，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床，就让我看见你，看见你的伤。突然门帘一响，进来个病老王，仨人都在床上，后边一闻去香，四个二代俩王炸。燕公之刀令箭，不由得本宫西仙剑，战立功阿门叫嚣他。开满的菊花，每一朵都像你一样的娇艳，我用心去灌溉着我们的爱情，绽放出最美的花蕾。都配了，我跪着，你的柔情似水被你紧紧抱，绽放出最美的花蕾。嘿，看那一朵朵菊花爆满山，盛开在我们相爱的季节。就算爱情也多，就算世上也多难，我们心也不会再改变。看那一朵朵菊花爆满山，见证了对不起，我忘了，反正是特别努力，行吧？听说第二季要团战，那必须得努力拿下这个团长，组个最强战队。
最激动就是拿那提成卷的时候是比较激动，比较刺激的就是分下来的时候比较刺激，观众朋友打分啊，那个确实是很神秘，没有假的啊，罪有应得吧，是不懂这词儿。就是您做了一件事，在众人面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尴尬。没有，这么缓慢的人在做出尴尬的事还废物。我还凑合吧，都是及格，我的机智我不敢说，你就凑合吧。我觉得你比如录那个在学校里边大家做游戏这种欢快的状态，在不累的情况下多玩是大家都很愿意。这几场的观众我觉得还都可以，相比天津比较难演，因为天津人比我们相声演员有的都幽默，谁都有可能，只要是事儿赶上了就有可能会乐，不是说专一我就盯着他乐了，这肯定是栾云平。这人因为这一季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人太多了，这样人太多了能乱。我觉得上一季你看6到8个人就算已经是很饱和了，哪怕没有我，我觉得这人也应该减少一点，整个节目质量它会提高。说让您去设计的话，你会想带师兄弟们一起去干些什么？我就不设计了，因为我没有挣这份钱的，你别费着脑子，没有信心，就现在都冷板凳了，还什么信心呢？口号这种特别不是我性格，就是你让我拿着了我再想去，我也不管你这什么没拿着，我就喊半天空口号，你让他们想去吧，最起码你让种子选手想去吧，你要让我没录之前没准我还有点设想，现在就剩设问了，没有没有，当不了。腾讯视频深井烧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烧饼，我已经忘记了带着这个疑问呢，让我陪你们一起关注我们这一期的深井烧鹅了。饼哥带出来的都是队长，玩团队战选队长，还有谁？现在还没有涉及到这个词儿，没有让我觉得很浪漫的事。哎呦，不好意思，我才参加2期，还没有让我那个能死到那个程度的时候。特别机智的话，还得再等2期再说。嗯。他听什么呀？哎哎，来拐面吧，拐吧。那是一个眼。第一期我们大家伙一起陪着师傅聊天的那个瞬间，哎，可以就定格在第一期那儿，然后每一期都重复播放一遍，这样显得每一期都有我一样。你想多了。梦，他一说什么我就想乐，行吧？太好了，他就是我的痒痒挠。那得说是王楠，他是我师傅的助理，他的执行力特别强，一个机器拍我就够了。不用出门，就这屋省钱吗？哎，连机器都不用要，你就拨一半这个制作成本给我，买4个手机，4个角，找好了角度就拍我一人就行了。我没信心，名儿不特别想争取这个名字。我想成为钢蹦男孩，让我特别刚硬蹦起来吧，谢谢。腾讯视频深井烧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我说什么了？我真的为了玩起来，我觉得可以不顾搭档情谊。我被秦霄贤杀的时候，那集我浑身都是伤，那集我觉得特别浪漫。实话说，我这个我倒还好，因为我这人脸皮厚，我没有觉得过死亡的问题，就愣说算了吧，愣说我也不说了，没有。第一期偷岳老师东西的时候，兄弟，我都记得了。如果说真的是可乐的话，就第一期摇球的时候，张亚伦那个惨重。像我们刚才的说法，如果两边都出现轮的话，这一轮作废。对，我是真的很努力的一期。然后结果又是这么出其不意。对，我不用考虑他，我先乐了再说。雪花飘飘，我倒没怎么太注意，而我觉得安全第一吧，确实是大家这个就走怕出危险，
人多啊，有那种挤压，这也挺好。突然挽着我的手跟我说：“老四啊，我录到第六期了，我什么时候是你爸爸？”就特别无聊，你知道吗？就能给你活活气乐的那种。执行力最强，我。比如说让干嘛就干嘛，服从啊，让干嘛就干嘛。这不是服从，我说的执行力是，就是不管大家开会啊、商议啊，包括平时工作也好，就是安排到我这儿的时候。倒杠完倒利索，尤其是刚动脑啊，压根儿就没往那儿想过，我这就让他们帅的都往前跑，然后我这样让我玩儿。腾讯视频深井烧鹅的朋友们，我是阎鹤祥，我记不得了怎么说的，觉得够时间劲儿，大家来这儿放松心情，一块玩儿就好了。我怕羊拉屎，真脏。因为我们刚要决定开始弄的，有一个羊就尿了，一边尿一边拉。我就怕我一抱它就又尿又拉，我受不了。因为我那挺白的衣着，因为那是第一天嘛，我就怕弄一身屎一身尿，我就带着屎尿录一天，就最最紧张。就是被射中了三次，我死了三回。打疼了，壮壮脚跟中箭出局。严鹤祥出局，漂亮，严鹤祥出局。就是在哈尔滨剧本杀的时候，我感觉我是分析出了全部案情，到后来一公布，我发现我只是个打酱油的，没有我什么事儿。但是我当时分析出那一刹那的时候，我感觉很机智。射箭的还挺好玩的，我想再多玩玩，别的一般般。在工厂那集那么早就把我弄死了，这什么呀，这什么意思啊？你已经被卸载了啊。我觉得有点不甘心，观众真挺热情的，穿着民族服装，花花绿绿，感觉挺不一样的。所以说，真正能戳中我笑点的是我师傅。实话实说，在平时里边包袱啊，最好的是我们先生。有好多包袱，但我真想不起来了。他穿那蒙古族那服装挺可乐，特别像奸细。我觉得我执行能力挺强，基本想干什么事儿，马上就会去做。下一期节目我首先做两点改变，我希望就是说不要再这种混搭了，就是让逗哏参加竞演，然后捧哏也参加竞演，到最后做游戏做真人秀，到最后竞演的时候都把自个儿的本队的搭档找过来竞演。因为我们这行的艺术规律是一对儿来参加这场演出，不是每一个逗哏捧哏这个个体，当呈现在相声这个舞台的时候，它是一场作品，所以不能每期来混搭的来评价每个人的高低，这个竞演机制是违背相声规律的。如果让我们策划的话，下一期可能会这样，或者说我们做两个综艺，相声竞演我们来一个综艺，然后真人秀来一个综艺，把这个分开。再我觉得应该在下一期的时候，大家在角色人物上可以更平均一点，给一些更年轻的演员，给新人一些机会，不能光照顾到流量跟播出的这个，因为你不给新人机会，永远看不到他们，要给年轻人机会。不重要，这有什么信心呢？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这个艺术形式是一场，咱就说业务的话，那是一场节目。比如我跟孟鹤堂合作一个节目，那是我们俩一起能不能具有钢门男孩。你不如说演完一场相声，捧哏的只说了八句话，然后你问这个捧哏的，你有没有信心进入钢门男孩？我是为这个节目在奉献，我不是为我要怎么着怎么着，进不进入都可以，不重要。我觉得这是真的不重要，来可以了。我觉得腾讯视频深井烧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鹤伦。忘了，我立什么了？我的目标就是不想被淘汰，我想拼尽全力的成为一个冠军。最浪漫，浪漫，我这个词儿本来就给我不搭调，不是个浪漫的人，所以说我没有觉得当中有最浪漫的时刻。社死是濒临死亡的状态。我天，这让我这么落后吗？社死原来是这样的理解。互相抵消的时候，按照我们刚才的说法，如果两边都出现轮的话，这一轮作废。演的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就差最后一下了，结果一碰不小心垮，全塌。太过来了，我躲了躲，都两次了，这是不是还是轮啊？那就不算了吧，两个轮不算吧。请加油。腾讯视频深井烧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鹤堂。第一个 flag 就是忘掉了。我问你，我帅不帅？有一期我得了200多票，那期让我很激动，很刺激。孟叔219个棒，219。
一共。社死是什么意思？社会性死亡，就是在大众面前做了很尴尬的事情。我并没有觉得我在这里面有尴尬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瞬间都是机智的我。学校的时候玩骑马的时候，我想多骑一会儿。来一嗓子。什么？啥呀？就是我们在包头第二次录制的时候，台下坐着很多蒙古族的朋友，然后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那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刘晓婷她的包袱呢非常的破，但是她老抖，这事就很可恶。二哥常年在德云逗笑社中扮演 NPC 的角色，你是否心有不甘？你为什么不甘？没有没有，我心甘啊，还有匹配肾。够冷的了。栾云平就是比如说你犯什么错了，然后他就赶紧通知把他的场停了啊，非常快。我就想带着师兄弟们在那个城市的酒店里躺着。啊，聊天啊，天天聊天多得劲。嗯，有一半的信心吧，刚蹦刚蹦又刚又蹦。腾讯视频深井烧鹅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张九龄。不记得。第一季的黑马张九龄又回来了。剧本杀里放飞鸽子，换来一片祥和，让我感觉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很温馨。社死是什么意思？没有。最机智就是剧本杀的时候，万一用药线索，很机智。越危险的地儿，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儿。我把货藏我帽子里了。发晚餐这个环节可以多来几次。这个有很多，比如像这个栾云平老师，还有这个刘晓婷。我们上小学，每个人的服装有一丝巾，轮哥在远处踢球呢，完了这丝巾掉地上了。栾哥就说：“快来人呐，张鹤伦肠子掉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大家说说也不一定理解，但是当时我狂笑不止。刘晓婷是不用说话，我看到我就觉得她神神叨叨，特别可乐。执行力最强的就得是演出部了，因为他们负责沟通这个车票问题，他们执行力必须强，要不就全都延误了。下一季的话，我想是我一个独角戏的状态，就大家都休息就好了，就我自己过来。没有。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呀？先导啊！师哥们都太强壮了，谋略都太多了，只能等待幸运之神降临到我头上。还是这个下了飞机以后啊，下了飞机以后可能就是哪儿取行李，对吧？这也算啊。哪有浪漫？一群大老爷们有什么浪漫的？比如说什么荡秋千呀、之类的。哦，这是很浪漫的。两个老头子在那儿，哎，过来。我来过去的，没有社死的，就是没有尴尬的瞬间，没有这个时候，有吗？在这个节目机制，你长多少脑？在这个节目机制，你要不看看这个节目什么机制啊？是机器人那一期打枪，嘟嘟嘟，不好意思，栾哥、九零、老朱。嗯，哥，老秦，就是每个人都有发光点嘛，那可能就那一个包袱，哎，打我命门上，要了我的狗命了，也是。我可能不是领导吧，但是我这个比较遵守的，而且还是这个响应最积极的。下一季的节目，我想做一个横综。不用出去傻跑，不用晒成黑蛋。前两天上回录完以后，前两天见着他怎么那么黑，我的天哪，太黑了。这已经赛程过半了，此时此刻没当上刚蹦上，但是估计没什么希望。但是能板凳我是很喜欢，我板凳男孩行不行？大家好，我是潘小狼。这季好像还没有。然后上一季上海那个游乐园玩那期一路，然后师傅看我们从小到大的照片，路走了师傅背着那个奶，那个特难受，我心，但是又觉得很浪漫。哎，我看那个
师傅跟大爷一块荡秋千那儿挺浪漫。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发点球没进吧？罚就差了，你手也不咋样。全完了，全完了。我自己的高光时刻。高光时刻没有，没有高光时刻，越来越没有高光时刻。射箭那块儿吧，射箭那次就是一个队或者制定一些战术，就是比如往上来一个冲锋陷阵的，就把我射箭射死，完了我下去以后，然后我吸引火力把他们吸引出来，然后他们可以暴露他自己的目标，然后我们可以把他们。行，就他特别反差，他的包都不能多，没法举例了。栾哥跟哲吧，公司有什么传达精神政策什么之类的，感觉这个栾哥就马上会执行。就生活当中，炳哥就是今儿我早上起来，我设计我要去蹲个腿，那我肯定就去。比如要是我的话，比如我想明天早上起来我去健身房蹲一小时或者干嘛的，然后有可能我就闹铃一响，不行，太困了，我就不去了，因为我起来有时间再去吧，然后就摁了，有可能就去耽误，那炳哥就不会。比如我们兄弟在一起生活。我们去一村里头，或者去山里头，或者我们就是露营，然后再穿插一些我们做游戏啊，有可能吗？我觉得有时候我就不敢想，就是好多事儿我就不爱想。我说这事儿肯定跟我没关系，但是想一定成为钢棒男孩，必须成为钢棒男孩，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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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视频深井烧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王九龙。忘了，我真忘了，让自己沉淀下来，这太丢人。这几个队长给我捏脚那几个瞬间，那是最刺激的。我给人摁完了，啊，这不算家中范围之内啊，反正我也得尽职尽责的给您摁完了，好不好？哥，我跟您说，不冲手法，冲您这态度，我也得加重一会儿，真的。什么叫社死？还真没有，特别聪明是那个在我们节目的第六期第一趴的游戏里，通羊，我觉得我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当羊处于一个尴尬的局面，就是不进我们的圈，也不进他们的圈，我机智的抱了一只羊进到我们的圈里。那会儿我们圈里面有一只羊，自打那个之后，所有的羊就进到我们的圈了。这个是应该是我做的比较机智的一件事情。就是没玩够呗，就是多玩几次，就是那个射箭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因为我之前没怎么玩过射箭，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是这样的，瞳控正式比赛我才上两期，这两场比赛相声竞演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第二场就是我跟九溪的那一场观众比较热情。张九南吧，具体的事儿想不起来，就是反正他要想逗我笑，我就肯定是绷不住、oh, no. 因为他那个笑太有耐心了，一定能乐。栾云平啊，因为人家是副总，人家是总队长啊，所有人都得听人家的呀。做梦可能让我策划吗？如果真的是让你来策划，不说一期的话，如果是一期的，你想干点？想干一些，反正只要不烧脑怎么都行，烧脑的游戏我就不行，白给。我努力，好吧，我努力。那个化妆品我都买好了，回头我就发。往里给。掉。腾讯视频申请烧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张九南。记得，忘了。哪尼？好不容易出来一回，还不得翻天覆地的，来点那平常当不了队长的人当队长，推翻他们云字儿、鹤字儿的统治。浪漫。我跟浪漫挨的照片，我没有觉得任何一期哪个镜头跟我有浪漫有关系。社死就是丢人现眼呗。尴尬的应该就是第二期在洗浴中心，栾哥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下来跟人大妈结账，把人家票你没收了，人没你。谢谢你。哦，在这儿给。谢谢你。哎，好嘞，谢谢。什么叫智商碾压？什么叫智商碾压？腾讯视频深井烧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何九华。就是要在这个节目存活的久一些，我记得我的目标是活下来，不管以什么形式活下来都是成功。看节目，我觉得某一期可能跟栾哥的对峙可能会
有一点点吧。战术性错，战术性错。有一个对戏的环节，我觉得非常的机智。我注意到下线留给我的暗号，电话厅的三支钢笔被拔出一支，我急忙奔向厕所。死掉，天太监。我将脚液涂黑，并把钢笔归位，却表示我已收到他的消息。十年来，我们都是这样传递消息的。有某些演员给我扛在肩上的时候，然后我出了一个鞠躬，我觉得那个瞬间我可以一直不停地跟那个人互动。第六期的包头的观众非常喜欢相声，他们非常的热情。周九良，你们看那个腾讯直播吧，那里边有很多的笑点，我觉得周九良都能一击戳中。敢问路在何方？路在江。栾哥，栾哥言出必行，所以我们谁也不敢惹。一块把栾哥踢出局，这个栾哥看吗？这个，哟，这现在就跟审讯一样。没有，应援口号就是希望我能得到一个钢镚儿。我哪记得哪个是第一句话呀？这记不得第一句说的是什么。今天的期待在节目里，奢望有更多的镜头。我们单位就全是男的，就是一帮男的又上节目，还浪漫，净浪了，哪有慢？我觉得要能答上来，那个画面我一描绘可能会有点油腻。想起来第一季啊，外媒播，兵哥亲老秦，在澡堂子里头。上一季里边可能让我觉得最有死现场的是饭桌上发朋友圈找朋友你自己来电话，然后就是我就会觉得很尬，因为我是一个在私下生活可能这些方面不愿意流露给外人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喜欢人与人那种距离感，突然间就弄一个那个，我就巨社死。后来发现一个问题，我是俩手机，然后基本上那帮人存的我手机号全是我那个老的手机，然后那个手机我还真不是为了节目，后来才发现我那条是师傅发的，师傅说那九七怎么没人联系你呢，我给你发一个，说你是不是写的不够那个直白呀，师傅拿我巴拉巴拉巴拉就说就是谁谁来联系我，然后依旧没有人联系我，等我晚上回了酒店我才发现我来了一堆电话，然后发现是另一个手机，我说万幸啊，这就没有把那些朋友就在饭桌上就给他公布于众，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自己会固成不同的圈子，我就觉得不同的圈子突然间让他们去打破去另一个圈子出现，我就会交织扣地。就是节目我觉得我时时刻刻都挺机智，因为我时刻处于一个旁观者的状态，正所谓旁观者清，我很多事儿都看得上，但我插不上话，人多嘛，我本身性格就不愿意往前冲，然后很多事儿看明白可能大伙儿就说说说这劲儿就过了，我就不说了。对节目的整体的逻辑性包括判断我觉得还是挺理智，消化的挺快的，只是可能我的调度能力和把这个事儿说服给师兄弟的能力欠考虑一点。在别人的问题里就很好答的问题，但我都特别的困难，因为实在给我能发挥的余地不多。然后我的思维逻辑就比较跳脱，在有些抉择的方面可能你要给我还能给你玩出不同的花样，因为节目有很多的包容度嘛，不可能都是已经这种的状态，对自己有一个独特思维，一个自己能解读的方式，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我愿意反复去尝试，因为我脑洞相对比较大。张鹤伦在线下的时候最能戳中我的笑点，因为他老说他自己在台上演一些节目比较适合于那种舞台形式感更强的内容，他对单边活可能对语言组织类的长篇叙述类的节目他就觉得他自己这方面没有自信很吃亏，但是在他线下他自己讲他自己经历的时候我们全爆笑，然后他自己又不知道，哎，啥呀，这干啥呢，那么那么好笑吗，然后你说你把这东西带到舞台上，他说不行，上台就忘了。在他自己很放松的状态下，然后他就给你讲故事，是一个我们觉得特别可乐的一个环节，好几次那个岳哥乐的乐桌子也冷，就那都可乐。讲有一回说的啥，说他晚上睡觉打呼噜，打完呼噜就张嘴，然后晚上一直那么这么打呼噜，打时间长了那个小舌头就被打长了，打长了之后呢，他醒了之后他就觉得嘴里有异物，然后他就往外吐，一吐啪，就这小舌头贴上牙膛，贴完之后觉得哎呀没吐掉，就往回吸，就贴回自己后牙膛，就感觉是个痰，后来拿手一扒了，说是小舌头，就剧斗剧斗。之前能力最强肯定是栾哥呀，栾哥就是掌握所有的线上线下命门，基本上布置一些任务都是栾哥。
希望真的就是有一个环境能让大伙去做一些走心的东西，大家可能更愿意看一些人与人的资源的竞争也好，但是反而我可能抑郁大家了，我觉得我反而看节目更喜欢看一些能聊出点内容对我的生活有帮助，更能带给我一些共鸣感或者对一些有启发的东西，所以我希望有一个环境能大家坐在一起很走心的去聊一聊内容。然后再有就是说相声的时候，我希望能是说相声就是说相声，然后玩的时候就是玩，毕竟咱们是一档综艺嘛，所以很多东西会被相互的牵扯和束缚住。其实反而我会觉得来说相声更好的状态是把自己的本队叫来，然后可能在一个最环境的一个气场里去说相声，可能呈现给大家的东西是一个在舞台上自己会很享受，传达给大家的东西可能会是一个效果更好的东西。因为节目的这个限制导致很多时候都是临时也好，可能中间会有很大的变数，可能又有很多的粉丝路人包括观众都会去很认真的看相声，但是他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他会觉得你的相声就是那样，可能更多的时候并不能代表一个完全100%的自己，因为它毕竟还有一个游戏的环境。如果要说在这个节目给我来做，不相声可能更得给他保护住，因为我们还是一个从业者，我更希望把这一块做得更好，更能表达自己的风格和水平，而不是会牵扯到前面的游戏环节，会影响到这个里面，我把它分开来做。我对自己坚信不疑的就觉得不可能有我，因为这个中间我们都算过，下来一个人可能四期之后就要坐龙板凳，然后我是在节目第六期很荣幸的上岗，然后瞬间就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一段的旅程就应该是一个旁观者的参与到第二季里边，所以说成团这个事应该不会有我。应援口号就是有板凳大家一起坐，我是板凳王，耶，洛钦来了，来了来了，不记得了，这是不记得，我说我上一季不是很冲的样子，这次我要做军师，爱谁谁。跟那帮师兄弟浪漫，有点那种浪漫。哪个作品是吧？我最社死的就是第一季第一期，我没有别的，我就觉得那时候是最社死的。走上台讲师，就一个作品，最社死。别的我还真的没有别的社死。练功了吗？啊？啊什么？练了。谁都要是我，其实没有。那这一季有没有什么变得聪明的地方？聪明的地方就是话少，言多于失，尽量少说话。中二没玩过这，我觉得挺好玩的。Cool。要不无时无刻我看着都在乐，可能是长得可乐吧。他新拍了一组写真的，我看了，真的我脚在地上能抠出字儿来。他还跟我说有好几张没发出来的，我觉得他没发出来那几张挺好。他发出来这几张，你脑瓜怎么想的？就是这方面我没明白，我真的是执行力特别强的，不知道主要是。如果说是第三季的话，我策划的方向就是专注的玩儿。敬业了，不要搞得让我们大家心理压力这么大。每天出去玩，玩完了每天晚上回来写节目。我天哪，不行，这个真的扛不住了已经。我有吧，我觉得我们自己作为成团的成员，然后我们要自己想自己的应援口号，这个不应该是让团队想？这里面又有烧饼，那状态就是我行我行我最行，我跳红跳我最棒。你得看我们队长是谁，你看我们队长是什么风格，老孟。可能就是加油，你最厉害了。栾云平就是一心德云社，这每人风格不一样。